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，念一下：持戒不堕落三恶道，持戒来世升天。所以佛陀利益众生，第一个行为，他就告诉我们：行为主宰命运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所以要我们持戒，不是找我们麻烦、约束我们，事实上就是保护我们的意思。啊，就像天气冷了，妈妈叫我们要穿衣服；天气热了，叫我们要吹电扇。各位，冷气够不够强啊？啊，如果不够，你找一个凉的位置。啊，有些地方比较凉，啊，所以贤圣修道也是要接，要做一个贤者，做一个圣者，基本上就是不要伤害到其他的众生，就是戒的意义。三机等见七众通收，那修学佛教最主要是动机啊，动机决定功德。比如说第一个动机，那就是希望现世快乐、健康、有钱、家庭美满、事业顺利，来世还可以更快乐，来世升天。那如果你相信因果观念，所以那你就应该要念一下：孝顺父母，超度祖先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生，守五戒，修十善，常布施，供养三宝，帮助贫穷。如果你这样去做呢，那你保证这一辈子快乐，所以来世快乐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佛法的因果，他会用他的心机来做事情啊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好像是成功了，事实上痛苦更多啊。那我们相信佛法，所以今天要来持戒，一方面忏悔业障，把过去之前种种的恶业，什么是恶业？念一下：杀生、偷盗，跟我念：逃漏税。这一条很严重啊，因为我经常去欧洲、加拿大，他们没有这一条的，很少人要敢逃漏税的啊，因为那边严得不得了啊。所以，但是在我们这个很正常啊，所以叫两条税，一条报政府，一条自己用，加一条还有私房钱，三条啊。意思因为大家都如此，所以我们就如此。那事实上逃漏税就是，因为国家的福利就不好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这一点站在菩萨道，你能够准时缴税金，事实上这是一种福报，整个国家花园、社会制度、医疗等等都是靠这些税金来的。如果你想得很远，那你就会投入这个功德啊，因为这是整个国家的。所以杀生、偷盗、邪淫啊，邪淫就男生对不起太太，所以这也是不道德，会破坏家庭。第四个骗人，第五个喝酒等等。所以今天大家来持戒。那第二种动机呢，这最重要了。当然佛教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一个人升天下地狱，长得很漂亮，很有钱，智慧很高，
天生就很会唱歌，天天就有特殊的才能，而且福报比别人大，这个就是他过去是修来的，所以我们要随喜。所以那自己不好，我们忏悔啊。别人像我以前看人家打篮球，哇，都185公分、190公分，我就有点自卑啊。为什么我只可以踢足球呢？啊，我不能打篮球呢？啊，所以我教我最矮，所以从小就觉得这个你修得不好啊。那这是为什么？一个人比别人矮一点呢？假设上就是傲慢，看不起别人就矮一点，谦虚啊，尊敬师长，多拜佛，那你就高一点。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果报啊。像佛陀的堂弟难陀，还有帅的比女人还漂亮啊。这是他过去布施了毛巾、肥皂，出家人洗澡的浴室，所以那让出家人洗完澡，各个外表很轻松啊，很快乐啊，所以他皮肤外表比女人还漂亮啊。所以难陀有30相啊，我经常这样宣布，所以等一下下课就会收了一大堆肥皂、毛巾，然后就帮你送给其他出家人啊，所以。这个很简单，行为主宰命运。所以各位了解这个，但是世间的富贵福报漂亮，事实上是暂时的啊。像各位信因果的人，你不用跟人家争这一世，我这一世150公分，那我好好忏悔拜佛会比人家容易拜，所以这个叫看开了啊。那长得高要干嘛？为了成佛，所以我要长得高，这样就好了。为了成佛，我也可以长得矮。众生要我实现什么，我就实现什么。这个就是解脱道，他已经超越了这个世间的善跟恶。啊，所谓的富贵贫贱，就像出家人托钵日中一时，各位去泰国、缅甸看，他们个个像乞丐一样的啊。但是他们这个叫乞士，虽然他们是乞丐，他们是为了解脱。让众生种福田，特别是农历七月份，念一下：供佛斋僧，父母得福报，祖先得超度。原来我们在家这么有钱，还没有福报去超度父母嘞，去改变父母的命运了。我们要去供养那些持戒的出家人啊，他们修苦行，生活过得不用我们苦，但是原来他们为了解脱在修行。为了脱离轮回，因为对他来讲，再高的皇帝就像释迦牟尼佛做皇帝，他也知道做皇帝也不究竟，也脱离不了什么来生老病死苦。这个是佛教最主要的意义，生老病死轮回苦啊。那你要解脱生死，那你要消除生死的因，念一下：贪嗔痴各种烦恼。贪嗔痴三毒心不除，六道轮回永不停止啊。各位要经常背啊，有贪嗔痴就有六道轮回啊，不是谁制造你生死的，得癌症也好，车祸也好，早死也好，晚死也好，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，心引导行为，这个叫烦恼造业，那你就会受苦。所以第二种根器，了解这个道理，除了现世快乐、断恶修善、持戒布施，进一步呢，各位今天来守八关斋戒，就这个意思。今天守八关斋戒，就不能吃晚餐，夫妻不能一起睡觉，不能去唱歌跳舞，不能戴耳环漂亮，连皮的都不能穿啊。这样呢，除了不伤害众生，断除欲望，没有男女的、吃的、外表的。种种的欲望，所以像有一种闭关7天了，没有床可以睡的，他们就一人一个蒲团，就在那边，没办法，7天。那老和尚不洗澡了，老和尚7天不洗澡不会怎么样，那你我们7天不洗澡，东北调啊，因为我们欲望很重，但是你要这样磨7天，叫研磨涤啊，文殊菩萨的法门呐、啊。为什么他要空性，不是光理论，断除你对身体的爱人的执着，睡觉啊，洗澡啊，干净啊，这些他叫你7天不能动。
啊，结果叫我去参加，我考虑考虑，随缘不去，我没玩多，对，啊，但是他们会有人家排队报名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觉得这个是难得的机会啊。当然，这有各有各的好处，至少各位了解这个意义。哎呀，能够对身体、金钱、爱情、欲望放得下的，那就是一种自在。啊，佛教里面的快乐不是满足，佛教里面的快乐是你没有欲望，那不是快乐了吗？自在了吗？啊，往外求就苦，往内征服，向内心净化。所以今天各位八关斋戒就这个意思，除了守五戒以外，断贪欲，得到中等根基的福报。那第三种最重要的，这是我们大乘佛教的精髓。农历七月份普渡月，我们精进的守戒，守八关斋戒，回向给所有众生，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。对自己而言，要求自己成佛；对众生而言，愿他们离苦，将来往生净土，未来成佛。以这种念下大悲菩提心，受持八戒。那各位虽然讲这个，但不离开前面的，不离开前面的人天福报的持戒布施，也不离开解脱道的出离心，以这个来受八关斋戒，好不好？那这样功德最大啊！地藏经说，我们送地藏经不要光给回向给自己父母祖先。地藏经怎么说？来回向法界。那这个法界有十法界，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六道法界。我们持戒受修行诵经回向法界众生，愿他们都成佛，因为自己也发愿要成佛了。那这个功德最大。那你这样回向完以后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是因为你为你妈妈而这样做啊，为生病的人这样做，所以你为你妈妈或生病，反而对方得到的功德是回向法界的功德。所以当然你最后再回向，你自己要回向也可以。所以六道众生离苦，我乃成佛，那各位要发起这个无上心来受持八关斋戒。当然今天各位如果标准，各位不要光受今天而已，但是开源一下，不要每天晚上不吃，你晚上还可以吃，吃素就好，好不好？大乘的嘛。但是如果你在寺庙就不要吃，这样可不可以？那这样人就多了，这个叫方便。事实上我们出家人晚上也有吃啊，对不对？也有很持戒没吃的，但是出家人晚上吃是为了度众生啊，跟众生谈佛法，再来有这个体力，三更半夜还去助念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住在寺庙，然后八点半就睡觉了，他晚上最好不要吃，因为他们早上一大早要起来了，所以这样来持戒是最好。但是如果在外面，这个像我们这叫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因为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方便，那自己有惭愧心，但是今天就要过午不食，好不好啊？它是农历七月份，整个月你都守八关斋戒，但是晚上当作药食，怀着惭愧心来吃，那这样守整个月的大乘八关斋戒，好不好？对啦，声音就多一点。佛教叫善巧方便，诱拐众生。事实上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，这样你就愿意守啊？你这样守，那福报更大。只是说，七月份晚上吃，晚上要吃之前记得去施食一下啊，先布施给众生，然后自己怀着惭愧心。为什么要吃？为了要度家里的人，因为各位有家人，必须跟家人吃饭嘛啊。如果你因为七月份晚上就不跟老公吃饭，那老公会翻脸的啊，那这样就不慈悲嘛。但是如果是出家人，你跟老公吃什么饭？没有老公老婆了，所以你就自己不吃，好好去。